JHC 系列五八双功能轮锤，二重程引擎驱动，解决户外作业电源不通困扰。无桥梁高空钻孔安装作业，石山钻孔放炮，膨胀螺丝安装等等，可使钻孔的最大直径达到40毫米，最长钻孔深度可达1米2。JHC 五八已经成为无与伦比的神器，在研发上实现人机工程学设计，交付使用的体验修正方式，让每个使用者都达最佳效果。无级油门变速器可灵活控制钻孔速度，握持更舒适。双功能调整开关，锤机钻孔可选，在任何工作现场所保持最佳舒适操作姿势，